Hello， 大家好，我是尊皮。这条片会看一看为什么 ACU 说下一季英雄推出之后恶灵就不会再有人用，伸延到去下季英雄的技能介绍。不知道我讲的 ACU 的内容的话，上个星期 APEX 的一个新闻就是 ACU 在实况的时候讲了一讲关于第十一季英雄的资讯。以下先给大家看一看这十几秒的片段先。I can't wait for you guys to see the next agent, the next legend. Wraith is actually just never going to be played. 内容就是讲想快点给大家看一看下季的新英雄。基本上这个英雄推出了之后，恶灵应该就没人用了。他讲出这个的原因就是 APEX 推出新季之前都会邀请一些知名或者是社群的玩家去试玩，好像 Horizon 和 Valkyrie 推出的两季我都有被邀请的试玩活动一样。不过这些活动之前会有更加早的试玩活动邀请小部分的专业玩家，今次 ACU 当然就是其中一个被邀请的玩家了。他试完新的英雄觉得他会取代恶灵，那代表了些什么呢？就要先了解恶灵的特性或者是说优点。恶灵第一个优点就是个身形细，都不用解释了，就是敌人比较难打中，传说中装备光头造型之后战力还会加倍。下一个就是恶灵的传送门，传送门在深渊跳板增强之前就是同亡灵大忌的组合技，在传送门被人 nerf 之前杀到王者峡谷哭声四起，重点就是可以在门开的期间提供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捷径，另外还可以拿来接已经倒下了的队友，比较安全地复活受害者。第三就是恶灵的 Q 技，我觉得 ACU 是针对这一招讲的几率比较大。恶灵 Q 技的特色就是可以在危急的时间成为无敌状态离开险境。在结印动作加入之前，差不多有八成的实况主都是用恶灵，因为这一招算是一个免费的脱险卡，对做错一个决定走错位就会送头的 APEX 来讲优势非常大。所以我认为 ACU 是在暗示新的英雄技能组将会同恶灵脱险方面一样那么好，甚至是超越它。如果不是都不会说新英雄出了就没人用恶灵了。咁同一直以嚟第十一季英雄嘅流出非常之相似嘅。如果冇睇过之前嘅流出嘅话，第十一季暂时数据学家相信最大可能就系 Ash， 就系喺泰坦降临二入边俾主角打爆之后，喺 Apex 第五季故事任务入边被重新拼凑出嚟嘅 Ash。暂时系根据数据学同埋其他流出可以整合出以下嘅技能组，虽然冇好确切嘅内容，大部分都系由 Garrett Leaks 嘅内容整合出嚟嘅。Q 技好可能会有一个范围技能。将技能掉出嚟之后，喺呢个范围内嘅敌人一定时间内就会被增伤咁样。大技就从好耐之前嘅内部流出可以见到，运作会系好似一个恶灵嘅传送门，分别就系 Ash 嘅传送门会系喺短暂等待之后，无视身前嘅障碍物，向前传送一段距离。传送之后喺本来嘅位置同埋闪现之后嘅位置出现传送门。至于被动技能就暂时冇消息。如果以上流出冇错，咁 ACU 讲嘅都讲得通啦。大技无视障碍物的短暂传送，虽然距离上会输给恶灵的大技，但实际的应用上会比恶灵的传送门恐怖很多。毕竟可以拎来成队穿墙突袭敌人，或者被人挡住走不甩的话，可以硬生生地令到成队脱走。这么强的团队脱险技能当然能够取代恶灵现在的位置了。我自己觉得这一招如果是真的话一定太 OP， 应该会有相应的限制去降低它的强度，例如是比较长的 CD 和限制使用次数等等。ACU 的试玩都相信有一段时间了，得到专业玩家的建议，官方一定会再改善英雄的技能。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大部分数据学家找到的内容真的不能够肯定会在正式推出第十一季的时候同数据一模一样，但都不会同以上相差很远，可能只会改一下强度。距离第十一季的时间不多，官方都没什么可能赶工做一个全新的技能了。以上就是下季英雄技能根据现有数据学的整合。今次 EA 继续赞助 APEX 币的抽奖方法在置顶留言，所以记得订阅和赞好条片，最后去留言区赞好留言啦。讲到呢度先，多谢你哋嘅收睇，系咁，拜。